2024年10月24日，今天是礼拜四哈。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受着东北季风啊，啊加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的天气拢啊气温下降，转为比较较凉凉，北部是特别明显啦哈。啊，这个北部加东北部的所在要注意啊，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因为山区的部分有哪同款哈，拢可能出现着豪雨以上的这个降雨。故你行到9月22日，啊来气温的方面，对于北较南温度22度到32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啊，今晚咧，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还是大家看新闻哈、啊。哎，来首先，咱们大家看一篇这个风台恶歌哈。这个潭美，越南安尼坚持的吼，啊，但是后壁面阁有一粒康瑞的风台有可能会来形成。啊，伫太平洋后壁这个康瑞的风台呢，听你讲讲，一旦呐好形成的话，会把这个潭美阁再扭倒转来，互伊西翻头，啊，这些西翻头入来，哪个要对日本、对菲律宾去，就是对咱台湾来。甚至呢，两粒加加做一堆，这吼、哦、有够危险的吼、哦。咱一篇来甲听看嘛吼、哦，看这未来这两粒风台伊的走向会演变甲安那。你讲轻度风台潭美今嘛嘛唔是今嘛啦吼，登陆菲律宾了后，伫菲律宾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啊。啊，伊的路线继续往着南西前进，唔过对中央气象署的预测的路线潭美。有可能会出现了大回转啊，啊引起不少人就开始讨论啊呢。气象粉丝专业伫今仔日铺文章表示啦吼，讲这个准风台康瑞买金的生成啊，就是会当和潭美来到越南的进程，那亲像吼，正戏剧性和伊大目库大回转的关键的角色。根据气象署上新的资料啊，轻度风台潭美，伊即马的位置伫17.2度，东经121.3度，依照每一点钟19公里的速度往西南西来进行。唔过，伊有七个路线会来到越南的进程，大约差不多吼28号。10月28号的左右会出现了大回转，啊，这吸引真侪人的注意啦。目前太平洋的海面上啊，除了轻度风台潭美以外，佫有另外一粒吼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号，目前伊的中心位置伫北纬11.8度，东经149.2度，伊就每一点钟啊19公里的速度前进，向着西北西来前进。有高就对了啦，将会生成今年第21号的风台康瑞。啊，这个啊，闽西气象粉丝专业台湾风台论坛啊，天气特辑有铺文章咧，讲讲康瑞风台啦吼，都已经要生成啦。目前伫关岛的东方，伫这个太平洋高压啦吼啊，诶，倒影之下，西来刷叮当有高。对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琉球南方的海域，海域的时阵北登的机会比较较宽。啊，这个准风台吼康瑞呢，真有可能会和这个潭美吼来到越南的进程，搁来一个戏剧性，带和这个啊潭美风台带搁倒翻口，搁坐倒转来。啊，当然坐倒转来了后，就爱看伊安那走啊啦吼，看是搁对菲律宾入去。还是对台湾来，这种会造成了正大的风加雨啦。两个风台啊，啊，一个已经形成，一个正在底下准备要形成了对。那从头咧来看讲，如果呐表这个康瑞形成了无吼，啊，速度开始行紧，啊，把这个潭美扣倒转来话吼，讲潭美有可能会去哦。扣上来，原因了怎刷形去啊？哦，啊，上个是安尼。不，刷形去，伊刷形去，怎变形成个带形的？这种叫做气流了，对不对？嘿，赶快
也是同阮风甲火龙夫妇叫了，是哦，哎、欸，咱若算运气，就风甲不要强，也是好命吧。就变成无所谓的风台，但是有阿个达到迄个风台顶度，啊，伊个迄个运气有无吼？好扣上来的，拄则讲伊若向南扣落来，就离咱台湾较远嘛。啊，若万不离个向北扣起的时阵有无吼？咱台湾的南部就食啦啦，哦，这是迄个潭美，啊，潭美这是越南河的啦。嗯、哦，潭美是越南河啊，我都对过南边。哦，啊，什么叫做潭美？潭美就是做玫瑰花科的啦。哦，玫瑰花科都顶不得对啊。讲起苦啦无关的，俺们水苦啦无关的。没有，无关的，无关的，啊，这是花的，对花的名哈。当然对啊，别的先生，这两个看糖水苦啦无关的呀。不啦，因的发音啊，因的发音，因的发音，发音叫做潭美。嗯，哎，潭美，嗯。我才听无啦，我听无。哦，听咩？哎，啊，就是玫瑰花科的一种顶不得掉哈。啊，康乐，康乐是柬埔寨河的啦。哦。哦，康乐叫做形成的，这个皮皮什么礼物的，这个有无哈？哪边形成？啊，台湾，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不咧看蛮好些啦。嗯。那河的遐拢不是国家啦，嘿啦，河名遐拢不是国家啦。哎啦，那就是主管得了国家，很难做啥回的，开玩笑话打的，不，哎，没得没得个，啊，从底下讲的啊，从底下讲那是主管得了国家，哦，都唔对哦，啊，这个康乐哦，柬埔寨喝的啊，啊，康乐这个名就水啊啦，什么意思？康乐这个名是米露，哦，米露哦，哎，啊，唔是指所谓米露。是指一个美女的名，叫做潭美。哦，因较早因这个柬埔寨有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就是潭美啊，对啊，有一个做美的人的故事，对啊，就是对，哎，就是有故事。对，啊，你好，柬埔寨潭美这个名，做成查某囡仔的名吼。不，潭美，潭美，这个讲咧，伊嘛是同款的，听起来就是两个像查某囡仔的名。啊，这潭美在柬埔寨有一条山的河名，叫做潭美。哦，还是美丽笑路啊，美丽笑路，哎，叫做美丽笑路，还是对啦，哈。再来，这两条红胎老贝贝也是，康瑞噶谈美，木阿比阿牛，阿牛阿咧谈美刷型，嗯，啊，另外一种就是啥咧，谈美速度慢，慢慢跳牛掉，慢慢，但是伊无刷型，嗯，啊，康瑞呢转就过来，嗯。按着拐来了，产生一个啥藤原效应，嗯，就是两条红胎往搞这回来的，哇，搞这回来的，要不然闭起，要不然就强大了。哎，对，这种多都不敢。就是啊，想的是搞完台湾吹，我离中国较远的，哎，中国吹我无力啊。本来我把钱赶紧先搞了，哎啦，吼，人家是一个主管的独立的国家嘛，对不对？那咱们刷一刀也是咱家台湾的主流嘛，对不对？哦，对了，哦。啊，这两条风台又叫俗俗吼，啊，这种对台湾加减弄者，从今麦啦，今麦这个了，这个啥潭美这条啦，哦，规个这个家人啊，啥种种拢无好落啊，惊死人啊！今麦家人好多大呢。哎呀，讲家人遐讲有啦，变样啦，对啦，家人拢经过啦，拢全部拢是到北部甲东北部突然间拢落到外国去，所以啊，这就是迄个潭美话为宽流，佮结合迄个东北季风嘛，哦，所以规个是安尼，规个雾沙上就对。啊，但是气温啊愈低，对风灾发展就愈不利啦。是啊，嗯，哦，气温啊愈低，海面的温度就变低啦。嗯，啊，海面温度变低，伊的水汽哦，气里就少啊。嗯，哦，水汽气里就少。啊，你那是海面长少，啊，伊的水汽低的时阵，你风灾的发展速度非常紧。哦，也安尼啊。啊，你起码北部送水汽较弱。唔是，伊个高就是高啊，伊个一棵大棵啊，很近啦。咱台湾诶，这个气候就是足奇怪啦，就是雨水吼，拢热天会落伫中南部咧嘛。热天时啊，拢落伫中南部较侪，热天落伫中南部。啊，若寒天到秋天，寒天就拢雨水拢会对这个北部去落，就是足奇怪，足冰冰落。嗯，伊咧讲，规年冬天拢伫南部，还是规年冬天拢伫迄个北部边呢？啊，所以南部的水库要五万公有灌水入来，就是靠热天时啊。啊，若北部的水库要五万公靠有水灌入来，就是五万寒天时啊。嗯。啊，那其他风台就无准算啊，其他风台来就是迄个全国雨露均沾嘛，就全国拢落一遍嘛，就是安尼啊。嗯，今麦免烦恼啊，今麦所有水果拢水啊。嗯，我觉得，而且这两台风台，诶，严重之啊，搞不好，咱们水果又准备那个下水啊，对不？搞不好又在放水啊，啊，水就是啊，水就大啊，怎么下雨啊？嗯，这个种种算出来哦，伊个命格
真正有影响。嗯嗯，蔡英文就是爸，蔡英文前面都无半日，啊，大概就红太公那条，那条都出轨啊。那嘛，有时看着讲好，蔡英文这真正是福将就对啦吼。红太公见到台湾就水蛇头啊，嗯，啊，甚至有人咧讲这蔡英文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的武器，哦，用这个红太蛇头，还是拢类似讲红太蛇头，伊嘛爱炸火回来啊。那个火啊，对咧，我无必来啊。所以蔡英文去背单。抗寒背单的，哦，啊，罗清标就无同啊，罗清标伊即讲台敢那教罗清标交情袂歹，拢加减大下了对哦，啊，两三手台湾的水库拢甲你灌甲满满满的啊，所以咱即嘛是无欠水的问题啦，嗯，哦，无欠水的问题啊，不离个对个，即个风火吼，虽然风台无啦，无真真正正来，而且都离开向，但是讲风台我拢无卡输啊，嗯，哎，迄北部呀。我今仔看新闻咧报，个家人啊、倒位啦、啊，什么种种有诶无？好，迄落甲真正我讲无诶，啊个风阁大，诶风阁有够大啦，啊大家注意一下吼。对啦，啊另外就是观察阿边迄个康瑞，哦康瑞甲谭美之间两个人到底是约起来，还是个分开来两个人？嗯，两条红胎啦，我拢啊当作人，反观历史，两人男不乱，你别讲当作两男的，你别个小家棍啊，我也是有一种大看新闻，来气象报道搞了些，别个讲我如果伊难捉过来，如果伊难叫救回来，大家拢他妈有阿豪，阿大了未？诶，吃死了没有？可能是安尼问对，哎，这个又救伊。对对对，可能是安尼啊。但是这个那个啥，这个风台的形容，甲甲气有啥物种种，拢有相当的关系啊。所以有切无有切，美国有切是这个康瑞风台是对台湾的南部，南部来的下面啊。嗯嗯。不是讲定落台，讲对台湾的南部的下面才过去啊，那个对。啊，迄个澳洲迄边有切是这有这個。这个康瑞形成了后呢，行一段路了，开始突然间转白，嗯，诶，转白，啊，转向迄个，日本琉球，向日本琉球那边去啊，那个对啦，吼，这大家都问我说，问这讲了有准啊，无输啊，讲无准啊，无输。无啦，啊，这个是隔几波嘛，啊，就是看伊风台未来，伊是要对对去。啊，马上今麦，今麦气象咧报加准咧，加准啊，加准啊，哎呀，真准啊，但是上准是咱上，咱咧这么上准啊。我感觉上准的是地动，咱拢会得很光啊。地动啊，要来是喏，进程差不多诶，几秒钟就甲你记记记啦。啊，是已经发生啦，那我唔知影啦。伊个非常上出名啦，已经有啊啦。哦，已经有啊，咱不要鼓励啊，都咱们伊个过来带有规律的时间啦。对啦，伊个空间啦。系啦，但是我记起咧嘛，无啥物意义啊，迄规律啊，计红天啊。系啊，有阵时啊，老夫啊，你家己本身都无感觉红太过来，不是叫记者惊一下。真正是真正黑幕，嘛是计红天。记者咧真系惊咧。你若讲红天掉咧，你卖讲咱只有感。两级三级的咧机啊，你若有七讲大概差不多四级啊以上啊，他来机啊那个对啦，四级以上就作用啊。嗯，你有咧摇作恐怖啊，啊三级两级一级咩啊，正常能量释放还多咧啊。那平常时咧吸气吸闷尘嘛，吸憋啦，现在咁多就变成灰啊。对啊，啊都负债害啊，我咧嘛，你唔够好大咧，你嗰个好大又冇嘢发啊，啊冇嘢发，有人去。惊想袂开咧，好啦，诶，为人我得安尼啊，为人惊外表啦，啊，为人惊伫心内啦，系啦，无人袂惊啦，啊，其实我咧讲惊，原因就足简单嘛，就是咱住伫阿摩陀起的厝嘛，惊去含落来嘛，嗯，惊去含落来嘛，如果咱今仔日若伫外口弄空旷所在，啊是你。大已经出事超了啊！你咧管你七级、八级，你嘛顾在意哦。因为含了都对袂死啊！啊，但是咱讲实在吼，对自古以来迄刀上强的九类大地动就对啦。你看对已经出断断地了，无啦，有两卡拍落来尔啦，无你对顶面掉来，所以唔免惊啦。都已经出事，豆腐渣烂去啊！我唔免惊，唔免惊，但是是咧。有几个小梦，我那有够恐怖嘞！你看我那啥，蛮容易的。啊，那个你那没大大，中间是惊大惊小听，大家拢会惊，拢会惊啦，但好又拢会惊。阿星伊是安那嘞？阿星伊是惊到已经。
卡背袂过来。也是惊，也真正是好大。阿信也是惊卡背袂过来，还两字，我背袂过来。一人一人个性的。个性的问题。我是帮助仔摇啦。啊，张大哥伊会较紧张嘛。紧张啦。啊，张大哥紧张，伊会先写些什么照片啦嘛。背起来啦。啊，想要刷去对，咱去刷嘛，是伫咧摇。啊，要嘛是刷，要嘛是摇啦。啊，其实我坐伫十一楼咧播音的时阵，咧摇摇啊，更大，迄个距离余震拢足大嘛。哦。哦，一直距离后壁来个。他说哪个找一个空租苗子啊？啊，现在怎么样？别人搞也看过。各用什么装？现在在老的报新闻啊。对啊，对啊，中国哥伊卡袂听，一个五在的人，一个五在的人对起来变起家龙。他说哪个地当的时阵坐地原地，无叮当的时阵，当时你敢问问讲，哎，啊地当啊你唔走？嗯。哇，你真正够好胆，你去坐地啊？讲靠，我等你好胆，我就惊到两卡对袂起来啊！不是坐车，人中国哥袂惊，一棍头对在老边个空中边边。重点是当时迄个地当摇足大，怎么去走一届？真都不一样。然后我去底下继续报新闻。那边啊，英国啊，赵子林，英国啊，赵子林，系啊，英国开始咱电台唔是家己操控，啊对对，你阵电台个，对，另外个小姐，张大哥撞出来了，英国啊撞出来，我廿头一个本来要叫英国讲关心他，叫廿头一个讲讲，拢无人，仲加一个，继续报新闻，啊，即卖等摇，而家等播大家注意下咧，啊，就等安尼，即个时间你会记住咩？等去录音，你都喺度记，喺度记，啊，我记当。啊！惊一个，迄个就自己吊格啊，摔落来，个死人，死人，死人，死人！啊，迄个嘛是因为他丢了一个医生吗？诶，未来，我个丢了一个中国啦！诶，我不会大事啊！有嘞，多多卡多打出电梯，开始摇，我讲哦，咁啊，这边坐电梯，这家系。诶，我等下用哦，讲嘅，伊头壳本来就拢清气嘅，用白咧，用白咧，吃未晒啦，吃未晒咧，未晒啦，吃未起来咧，唔得吃起来咧。你都卖讲吃未晒，你咧行路你都行未起啦。嗯，那真正头下面咧地当咧摇的时阵，你行路你都无晒了解，因为你都人吃未晒，你行路你脚也自己起来咧画出嚟嘅话，从后边去脚底下咧摇摇咧并过啊。嗯，其实咱啊，根本是大雾啊吼，那年会较雾嘅根本是大啦。行动不方便啊！这个地方你根本就卖遐疏散，你蛮脏，等到危险，有时啊，准备是挂，等到紧张了，你搞到行动不方便啊！你就专门做个多病，就专门好摇。负责摇啦，啊，其实这卖人哦，拢较外行啊。嗯嗯。地当咱台语有一句话，你称呼讲何做地固翻身啊？地固翻身对啦。地固翻身啊！啊！即卖人拢唔捌你知，无人放古仔可以，又啊惊到要死。啊，无人咧古早人咧长辈时代了对啦。那每一道地当，伊拢有法度人化声、化牛的声，好啊好啊，化牛的声，让牛迄个心安落，伊就袂搁再摇。那每一道地当做你那，那地当无拢看，长辈时代嗷呜嗷呜嗷啦，嗷呜个叫嗷咧，大家生只比较嗷咧嗷，叫唔蛮叫唔蛮简单个，啊嗷是蛮咧，哎地当唔听啊咧。你看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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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知啦，真系我睇你讲，真系我讲你啲牛条，牛条看到牛架牛咬，因为牛咁近，咬啦，咬三回啦，两条红带小连耍吼，啊，大家注意，这个叫做康瑞，虽然今麦阿未用，但绝对形成啦，保证形成嘅。我以前都绝对会形成了，对吧？好啦，反正好啦，啊，有甚么来啊，无就加来几条，无要紧。这边啊，红太加地当两种，你较惊多少？这边红，我未惊。我感觉红太啊恐怖，红太一来，伊时间久，啊，地当你可能也几条时间就无去啊。我两个拢未惊。啊，但是地当，两个拢未惊。但是红太啊来，你是我即嘛是讲只有你来哦，你要看个人的，隔几分钟啊，两三块几个个人咁样便宜。嗯，上严重就是人错起来嘛。
对不对？啊，人错个，那咱就当来西方极乐世界。啊，但啊，我因为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未惊。啊，是啊，不惊死的人就是啊，那虽然提供有西方极乐世界，你拢无相信。你拢无相信有西方极乐，我相信有啊。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我绝对是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古巴就一定要去。嗯，不，不，伊那嘛是啊，古巴嘛，古巴有更高吧？来来来，讲笑啦。对啦，讲笑啦吼，太上李老君伊个坐骑是啥？就是牛啊，牛对啦，对对，他也在骑牛，我煞未使食骑牛嘛。啊，顺便嘛是骑牛。哦，对啊，对啊，对啊。顺便嘛骑牛啊。嗯，好啦，好，先讲个，先讲个。产品了，别管这边钱哈。嗯，拜托拜托。嗯，这下有效。安尼哈。哦，我去年，嗯，去年哈，迄、那个我辛苦唔捌咧生迄个物件。哦。付一拍白白，啊，等下迄个迄、那个破皮的时阵吼，水出来，啊，好就拿一刀哦。破皮有水哦。嘿，哦，水啊。哦啊，迄、那个好的时阵哦，拿刀哦。迄、那个所在拢乌乌了，对啦。嘿，拿拢乌，啊，我今麦就是讲。泡一摆安尼，我就无甲要伊啊。嗯。啊，佮第二摆，伊佮无外久佮补出来。好安尼。补出来，我人甲阮囝讲，妈妈，伊就讲，我害拢。啊，是生伫身躯的倒一个所在。拢伫脚。伫脚吼。嘿，伫脚啊！我是讲伫脚，伫迄个弯翘的遐吼，无啥看到。哦。我无要伊。哦。啊，我就甲阮囝讲，阮囝讲，我无理想先生看。嘿。啊，我就甲偷懒嘛吼。嘿。啊，拄好佮经过佮。一个补出来，哦，个补一拍伫后壁脚骨遐，哦，够大拍呀！好的时阵哦，哦，你啊足歹看安尼啦。哦，安尼哦。啊，我两下是讲啊，无来横看去西啦。啊，拄好有一摆吼，拄好我拢听南都的。好嘞。啊，拄好转转迄个王政武咧讲，嗯，听那个袂歹。好好好好。啊，那孩子他听听，佮听那头家佮听你。好，啊，佮听到阮的安尼。听到你的，啊，你讲迄款镜头，我讲嗯。嗯嗯，你迄条读书啊，唔，我即间啊读书款无问题啊。哦，恢复记录问题啊，哈。啊，我两下敲电话给恁，林小姐。恁店面咧，反迄个林小姐。哎，是是。啊，我叫他送，以前恁咧经商嘛，吼，叫他送来。好啊。送来，我开始吃，拢无发生哦。拢无发生哦。到今年已经安尼吃咧两冬啊。啊。拢无补出来。哎呦，你吃两冬还讲过？是啊，我就是讲。因为我唔敢迄个讲啦，我是一直边吼上无聊，啊那打电话去营销，销电，听讲话，因为以后吼，他就你好去。安尼吼，讲吼，那真正有人像我这款镜头的人吼，爱金马丁的一个店，你皮肤生迄度爬了对啦，金马丁的一个店吼，卡就你好好啦，安尼吼，啊我那继续咧食，我甲恁借啦，我是讲啊我咧出去吼，伫这个迄个天边吼，我。哦，去到顶边阿伯，阿伯咧安尼，我到时阵阿个咧食。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这个爬以外，佫有做伊无？你本来身体拢袂啥毛病嘛？嘿，我是迄个因为头壳啊困啊，吼，这个困足重要的，我拢无眠的，我拢困袂去啊，拢食迄个爱困的啊，拢食起食。你食爱困的哦？嘿啊，啊就暗时拢困袂去啊，啊拢差不多规日来食一点吧安尼。哦，啊就那拄我第一日困一卡卡食安尼了。嘿，对，安尼唔好，安尼唔好。有改善这个迄个困。哦，你这困爱困的啊，起码有改起来。嗯，这个困吼都安尼，都安拢自然自然家己困。嗯，你若倒落吼，啊把酒开开自然。嘿，那自然自然家己困的，啊是尾后吼，有时啊，久久啊。啊，视频应应会啦，嘿啦，那食着迄个是讲，嗯，较刺激嘞，茶啦，迄个茶啦，吼，你暗时啊，你就卖个食，安尼啦，啊，无好足好困嘞，安尼吼，好困嘞，嘿，好，是，嘿啊，我就是讲，你啊真巧，我是有想要卡点迄个，安尼吼，好，不过我唔敢，安尼啊，无紧啦，我甲你讲，我甲迄个林小姐讲，林小姐好恁个伊个吼，啊是你啊。你真正有效，食迄条，拿迄条有上我这款镜头啦，今年买来食。是，安尼吼，啊，非常感谢你呢。对，啊，那有多有一寡亲戚朋友哦，加减管到小不好啊。我拢有咧讲，啊，我嘛，甚至我搁甲阮查囝讲，阮查囝讲，妈，我真正少年就咧食，伊讲，你食迄有效呢，真正我因为我伊是无我这款镜头啦，哦，我是咧讲啊，无保养啊，啊，伊就听我话。好来，真感谢雄起时代收听台湾南区了，陪直播哈。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现在公司有小三米许多三件产品了，对哈。临时再给恁更新，开始有效。恁的产品开始有效，安尼了对。呀，所以咱现在公司哈，实在是哈，阿别高夫人呐，咱公司是了对了哈。迄食好的人哈，啊，拢给恁集中的这个娱乐啊，娱乐，迄就是咱产品的价值的对。
所以对新人公司为头一边的许多山开始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吼，许多山开始，那每一个人的心理上哦，不是这种病念，有甚至几啊种这个复合型的这个病痛，啊，所以呢，你要吃药真正有够歹吃，啊，都有这个物件，无含病痛的物件，通互你吃，对心理上的帮忙哦，靠我都能互你感觉讲真清楚的，感觉讲哇，拢好起啊，安尼就对，啊，那无你吃这种病啊，这种病这种药，啊，种病也不吃，啊，还种病把佮带掉嘞。所以你也当医的，就是讲，咱这物件要含白听，哦，你过技能失掉也无要紧，啊，过个病也无要紧，啊，你就选特色，安尼有倒位无好送改所在，你甲食符合的迄个产品就对了，以许多山为主就对，啊，所以咱这个产品就是要互你安尼食，有人无了解，你也当拍电话跟这上者询问，真正好用的就对，甲恁见证就是安尼讲，哦，真正好的就对，吼、哦，空白空空空五百六。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那咱今麦一处各位生产公司产品呢，啊，十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吼啊三罐以外，咱都提供一挂精品，要得请上我来买十罐的朋友哦。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经平底锅一支。你要甲经电风一台，金毛毯一领。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拢总会用着。啊，是你要甲经吼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罐，嘛拢会使啦吼。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啊，另外如果买信山公司产品呢，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一罐。咱赶快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罐的朋友哦。买五罐的朋友，你也当来订三件式的保鲜盒一组。你要个订啊，白体啊，白新鲜的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起哥一条。你要个订啊，这个单向的胖子一打，订五麦子的洗头毛巾一罐，五麦子的洗发精一包。你要订燕窝一打，内底有六罐拢总会发。咱一道订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这个台中吼台面朱太太吼来点播这首的歌，叫做《江都雅物》，黄三亮演唱的。Thank you.
很有自信，好像比中央早上这些东西都有问题。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目前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好嘞，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来，另外咱有看到一篇吼，这个媒体人王水德，嗯，水德兄吼，伊去和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是台北市啊，新北市，我唔知影吼，市议员钟佩君，嗯，去和这个钟佩君因老爸用那个 AI 变造的影像，嗯，阿边啊，伫这个网络顶面来甲水德兄骂哦。钟佩君因老爸会晓用安尼哦，这咱唔知呀。伊听你讲讲，伊家己咧专传诶，我唔知呀。啊，当然这件代志，水顶兄有看到知呀嘛，伊就真受气啊。用这个假，咱知 AI 即马已经吼，物价吼已经差不多，你难不出大行诶人，你嘛看不啦。因为真实怎么都人用迄个啥，用假面吼，啊去用一寡迄个色情诶，迄个。迄、那个动作出来，吓啦，甲换头啊，那个对啦吼，当当西西吼。啊，当然钟佩君听到这个王水德，水德兄要甲告了后，要告因爸爸啦，唔是要甲告，吼、告因爸爸，伊当要紧跳出来替因爸爸回事咧，讲迄是，迄、那个无注意啊，是安怎樣？咱来甲听看嘛啦吼，讲因爸爸都唔捌安尼。我想应该唔是个，我当下先来笑呢，这个勇气多啦，听到这份来笑。钟佩君当时只有迄个仔心啦，安怎影还迄个啦？哦，夹心迄个，夹心挂老迄个嘛。对，就是迄个哦。老爸啊，要 AI 合成。因老爸听你讲讲话，那是国民党的什么真重要的人物就对啦啦。我跟你讲啦，恁这国民党家这白石瓜，他们去压山水的呀，压王水的。咱来看这边啊，咱写吼，你讲朱清的媒体人王水德啦，昨昏来指控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吼，台北市不是新北市吼，台北市议员吼，钟佩君因老爸吼张志良啦，吼张泽良就对了啦吼，迄、那个张志良涉嫌散布假造无事实的 AI 变造的影像，啊，当然水德兄呼吁对方你爱三工来用面册。吼、包括家家己吼，连啊用面册来含迄个水滴兄联络就对了啦，并且公开甲王水滴回事咧，安那不必甲提过。对着这件代志，钟佩君伫今仔日表示咧，讲讲因老爸都无恶意的啦，只是感觉讲吼，这个 AI 当中的王水滴啦吼，讲话比较较中肯啦，意思讲电视咧讲无够中肯就对了。感觉讲伊讲话佫足中肯，含平常时啊伊的形象无同款。所以吼、要分享给大家看，安尼啦，是在讲吼，我本身是要甲娱乐安尼就对啦，都别睇我一堆啦，即马人要甲佮别睇我一堆啦。但是讲因老爸是五团 AI 变面的影片，其实也该问题讲的啦，只不过用 AI 对迄个变脸画面安尼啦。伊讲因老爸安尼做实在是不应该吼，啊，所以伊伫遮甲王水德吼大哥来甲回事咧。王水德第23号伫面册发文章指出咧，讲讲国民党的前台北市东部主委哦，这个是台北市东部主委前的哦，包括是台北市国民党籍迄个钟佩君因老爸钟泽良啊，涉嫌伫网络群组公开散布假本人无事实的这个 AI 变造的影像的内容，造成了本人的这个名誉受损加伤害，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诉讼。含你三天来用面册吼啊的消息来甲本人联络啊，并且公开回信咧，那不好，我要提出加重诽谤罪，甲你告了对啦，包括违反著作权之刑事甲民事诉讼，绝对袂当原谅。对着这件代志，这个钟佩君呢，今仔日要紧吼破文章讲话啦，替因老爸回信咧啦，讲因老爸是甲误团的啦。啊，实在是真不应该直接甲水顶兄回一个失礼啦！啊，伊嘛表示讲，因老爸
无恶意啦，只是感觉讲，这个 AI 诶，这个王水滴讲了真中肯呢，无像平常时伊伫迄个啊电视诶新闻节目咧讲迄种话，安尼就对啦啦。啊，所以讲分享互大家反映安尼啦。本意甚至是吼，你甲王水滴水滴兄恶乐啦，啊，但是唔对就唔对，请容允我再一次吼，替阮老爸甲你回事咧。水滴兄，伊伫新闻上诶节目，伊咧讲啥物话，同人知影。你家己用一个变作 AI 底下咧，或者讲哦 ，AI 咧讲的较中肯，嗯，啊，什么也是中肯啊，是国民党恁听到会送叫中肯安尼恁啦，伊电视咧讲的，恁国民党听到未送的，不叫中肯安尼哦，嗯，啊，但是嘛，咱要提过啦，啊，看恁老爸爸起来回事咧，还是讲你代替因老爸爸回事咧，水电兄要完全无安尼，对啊，怎么来看水电兄要话，因为水电兄头前讲嘛，三工来你搞回事咧，嗯。哦，啊，今啊准备真济，安尼有算实的啊无？嗯，啊，当然就是今年要飞，哎，要飞啊是准备金预备接收，对啊，啊啊啊，我今啊就是要讲讲，啊，因老爸这个人嘛，我搞袂落伊个卡条，你家己创的物件，你咪当别叫恁查囝出来咧讲，嗯，你要实的，你家己出来讲啊，因老爸是查甫的嘛，对啊，当然因老爸爱回实的啊，对啊，做的是老爸，我无拄伊讲做的是准备金啊，啊，你又爱准备金回实的是无对啊。这个是老爸啊，叫一个查囝生一头像，这个老爸啊，这个老爸的话不能往外婆婆孙耍啊，对不对？吼、哦，唔然一般老爸他妈多好囡啊，啊后尾来讲，囡仔以为是咧，啊老爸做诶工，啊你来看咱水电兄，还有机会当回，看我有天无啦，回老爸当回事咧，啊无直接来提个路啊，哦，哎呀吼，这水电兄迄个时阵啊，都常常我听伊电视咧讲嘛，讲这個韩粉哦，拢杀咧较恶白较攻击嘛，啊，变到苏清钓就割嘛，嗯、就割讲割韩粉割上侪赚大碗啦，割韩粉都割上侪，都是讲实际嘛，啊，割遐钱过当炒股惊出去佚佗，伊讲我爽得了，哦，哎，好了，这个看水电兄本身伊是当树林嘛，嗯、啊，有我都接受讲老爸唔会识咧，啊，查囝出来咧回。快一只手话未？快一只手，啊！你只手当然，恁就爱尊重水电兄，对不对？啊！那水电兄讲奇怪呢，啊！人也不是你抬啊，啊！你走出来弄啥货啊？对不对？哦，因恁老爸从来扛过老话，恁老爸出来回。无啦，即卖即个科技足先进吼，网络底下咧传东传西，赖啦好啦，啊是讲即个 Facebook 也好啦吼，传、嗯、一寡有诶无诶，东东西西，尽、嗯嗯、量卖互别传啦。对啦，我讲你听啦，足侪是假啦。嗯、啊，若无客运诶吼，就尽量卖互别传。啊，上好是卖互别传啦，人传互你，你得看看。看坏了啦，丢掉啦，卖你阿咧假搞，干嘛讲我传这出去行情足好安尼？恁拢唔捌，干那我捌，恁拢无收着，干那我收着。嘿，那传着唔拄好就对啦呢，人话过得过呢，还做落。没啦，讲阿咩？起码网络的世界，讲阿咩发出来物件，差不多只有大家拢讲看过的啦。啊，差不多啦。啊，阿来又，人较早看，较慢看，对不对？你也是够有机会啦，我老爸回去咧。嗯，三更啊，好三更的事。啊，你会唔会啊？冇见啦，啊，你若唔会，我就想改提过你啊。嗯，是不是安尼？传这种。那影片啦，什么种种哦，从趣味的啦、风景的啦，还是介绍一寡这个人文地理的较奇奇的，这我是真爱看这啦。嗯，若人分享这个来，我才爱看。啊来分享这个政治的，我差不多拢个随身了。嗯我是较爱看，迄个赤手啦，吼，剪纸啦，啊是弹钢琴，有迄个小提琴，就一支片来滴啊！无啦，我跟你演是讲是农村边个演啊，演过来，演过去啊，不是表演的演呢。咱台语这里演，就是两个下巴变两个啦，小演的对啊，小演的演的。好了，进光水，进光水啊！你去抓水电，抓点水电。我们喊你啥干嘛哦？哎呀，阿姨，咱第一缸就水出来回啊！你但是老伯无出来。对啊，老伯无出来回，伊是阿姨老伯回去嘞。看水电啊！快一杯。有咩安尼做嘅话，快快做收尾，来进攻过来。好，头拄啊呢，这个顶阶段甲咱报告吼，伫咱台湾的南部啊，甚至离咱台湾有闹一盘孤立，都每个拢影响有到吼。这一个风台已经形成，迄个叫潭美，大家拢熟悉啊嘛吼。啊，即嘛后壁过来一个康瑞就对吼，在康瑞啊，伊到底安怎样发展哦？飞机啊，即阵啊，这个天气拢唔是太稳定啦。
啊，海边啦，加这个山，因为啊，那现在连续两天啊，拢报着气象署咧警告吼，这个山区啦，拢有大雨、核雾等级以上。诶，这个火势，对啊，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爱较注意的吼，啊，这一挂，我看一挂什么活动有诶无诶，暂时啊小停者，我意思是指了去深山哪来啦，还是去海边诶啦，啊，其他还是还好啦，哦，其他还是还好的这个啦，哈、哦，好啦，啊，这个风台的未拢做一遍来啊，唔得连续八档拢无来，嘿嘿嘿。所以伊来接红灯，北部，即个东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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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去拢北，伫个东北，有有有，平时平时，啊，咱只天气加较凉爽安尼啦，也是安尼。好，来，咱刚上差不吼，刚上好不了，你们再个倒上来。咦，大家好，我是谢忠廷，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咱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 阿嬤阿嬤你牛会疼吗乖孙呢阿嬤现在使用福尔语音型血糖机较会疼简单使用可以说台语不会疼给阿嬤知都不用怕看不呢你会疼是高着气就请乖孙的关心阿嬤当然买给牛会疼福尔语音型血糖机独步市场国台语量测指导与播报100%台湾制造品质保障是定时量测血糖的好帮手福尔产品咨询专线0973-0-90973-0-9上适合你的血糖机得适合病关心你Amy， 你等来上班哦，安尼囡仔啥物过啊？阮翁啊，恁翁先生育婴留职停薪哦。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约条件，来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哇，赞哦！父母赶快表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约条件，二月三日同时准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十八楼到了，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饮酒开车搁在笑，我看边仔去嘞。啥？何以在？嘿呀，我真正就衰呢。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两起共卡称。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哦，招架有够甜的啦！哎，要不要来根烟啊？哦，不不不不，你没有发现老李的计程车好几天没来排班了吗？啊，听说吼、哦、是得了肺癌呢，家里全靠他在撑，现在乱成一团。我想我也来戒烟啦，也不怕再被客人投诉有烟味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戒烟很难呢。哦，生活很难，戒烟不难呐。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阮某要生第二胎，还阁穿玉弟的所费啊！放心啦，政府有补助，合公立、非营利、准公共幼儿园，逐个月上济交3000块，第二胎以上阁较省哦。阮较早拢嘛家己带，不管是家己带，也是读私立的，逐个月领幼儿津贴5000块，第二胎以上领阁较济哦。连个六月，阁加做阵请用，真正是玉弟的好帮手。若想要多了解，请上全国教育部资讯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我们是伫这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今一点三的灯。愈来愈长，才知回头的路较歹行。
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转算电话啦吼。来，咱今嘛又个等下节目现场，咱节目一开始赶快啦吼，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歌曲《三点播歌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浪花乱不易》。人一嘴，快乐心情无底边。微微春风，美丽阿弥，无令人心醉。叹一阵情话滋味，轻声细语来表示。让我所有来心情，想咱约束的代志，突然坠落爱情海，怎的心内无准备，何必半信又半疑？敢讲女人的灵魂生活在爱情里面，如何去感觉去爱你，我依然获得一份惊喜甲欢喜心情，所以去面对的。在爱情还未完成一切仪式的进程，时间的等待总是过得遐尼啊慢。哎呀，男人啊，提出你爱的勇气吧。一段的温馨细节，爱的温情中情意，亲像鸳鸯在你相随，寒酸甜暖意。我期待今后无缘，幸福的爱找到位。玫瑰花蕊送予你，今宵月娘做情妃，明月祝福咱的爱，中阴天赐好伴侣，只要你真心。女人的鲜花甲美丽，所以比男人那个追求，我付出的一切，不但是身心力敌，更加重要是咱未来幸福的爱呀。小弟讲得好，百年修得共一道，千年修得同船渡。啊，现在我是上最幸福的女人啦！一生到底有我天理。海甲天涯心相随，甘思甘之苦相扶持，未来就过去，爱如此情也不移，修来恩恨尚难离，谁人尽头鸳鸯对，你你阮爱永不离，百年
年收到冬春雨，千年收到冬春雨，生生世世甲做对。来，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吼，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大家看这个新闻，这有人时啊，拢想讲这是到底是雕故意的，还是伊真正挡袂掉啊，无法度啊吼。这当然啦，这爱超清楚啦吼。这讲有一个查甫的啦，昨下下暗呢啊，可能是伫台北市啊，捷运呢，这个叫做文湖线吼，中校复兴站这个所在啦。啊，坐迄个电梯的时阵，讲竟然抓站电梯顶面，把驾驶啊骗出来，也放尿安尼就对啦。啊，电梯哪里行？啊，伊抓哪怎么个放尿安尼就对吼。啊，这叫人怎啊吸落来吼？啊，这个台北捷运公司啊。正式讲确实是有这个代志就对，但是即马还未找到这个查甫的吼，那找到了会甲发相关是7500块啦。啊，当然这个电梯因的加强来做消毒加清洁就对吼。这就是台北捷运啊，这个文湖线呢，中校复兴站啊，讲今仔日的上午接到有旅客咧甲通报，讲有人伫咧电梯放尿吼，恁甲看卖啊一下。这个因怎随调迄个监视录影去确定讲有影？这个查甫穿红色的衫吼，爱面迄条，敢若像是小身裤安尼吼。啊，伫电梯顶面啊，一支脚夹伫个顶一层的楼梯，啊，另外一支脚放较低，啊，身躯小歪向前吼。啊，迄、那个动作看起来就是咧放尿的动作就对啦吼。啊，这个叫做这文公司咧表示啦，讲即马啊搁咧找这个人就对啦吼。那是找到了后，大众这文化内底第50条第一行第九款哦，这讲会当处罚1500块到7500块的罚款安尼啦吼。嗯，啊，但是呢，这个人还未找到之前，讲这个电梯吼，因咧加强清洁安尼就对。啊，这个台北这份是呼吁旅客，讲你若是有任何哦，这个状况各样的话。你爱赶紧找北捷的工作人员反映安尼啦，公司会想办法随替你处理吼。啊，这个情形简单讲，这个人到底是白目刁故意，安尼我建议就较相当的啦。嗯，我那给白目刁故意安尼就对，因为啦，这条上面去拍时阵，伊偷偷弄人呢。借问遐济人，系啊，根本就是要公家借问济人，伊家己要编，哎，放迄个声音，你来听啊，吼，就那你放会出来。哦，哎，唔错，啊，所以啦。即个看是少年家，哎，看起来像少年家，但是即卖网络吼有咧流行一种影片，还是唔知捌看过无？嗯，伊即卖吼，就钓钩鱼吼，伫足侪人嘅所在。啊，伊手看一罐水管的矿泉水。哦，那个，啊，矿泉水头前那个挂伊无开，伊搞乌汤啊。啊，即卖伊就钓钩鱼藏伫伊嘅腹肚家吼，啊，甲只片嗯后边有人。尤其针对查甫囡仔要行啦，伊就安尼做。啊，即马查甫囡仔行，我靠，人查甫人伫遐放尿啊，拢会惊要死。啊，有当时啊吼，等下伊看查甫囡仔行，发现伊较着感觉人搏过来。嗯，啊，查甫囡仔看到说，我还是提空抓水，底下抓水啊，就大家都爱笑啊，都拍出个影片，就是要得到人家暗赞嘛。啊，但是这個人一定唔是咧人看不。我即马要从容快些动作，干那是。少年家囡仔不应该有安尼认为嘛？对啦，阿叔，你讲年会，现在有病啊！你年会有啊，我都冻未掉啊，真正冻未掉啊啦！我跟你讲，你们较有食多的人做这种，哦，对，食多的安尼下面啦，弄下尿珠啊，哦，那个大小便。啊，唔过小李讲，伊买下尿珠啊，佮放落，那可能佮偏你的物件出来，你来放。啊，就算讲这个人像原来讲是用恶作剧的，讲提一罐矿泉水，头两肚子坑底下抓水了，对啦，哦，冇袂使。不能嘛，别生电锥，嘛是电锥。电锥，我即嘛是看到一种动作，互我去想到，迄个 Facebook 弄一种咩事。我知啦，啊，佫在旁边笑个。有啦。
来，啊，这个免得讲，啊，回去不给我，再拉拉去笑的。嗯。哎，查囡仔底下咧困，应该是阿公阿婆吧，或者是迄条男女朋友，咱唔知影吼。啊，但是应该唔是足亲密的关系啦。啊，不离个，这个算上班时间嘛，啊，中昼休困，查囡仔咧困啊。啊，这查甫的就提一支烟钱咯。嗯。以外有钱个都开啊。啊，伫个嘴角回回，啊了，这个火已经收起来，啊人行一边啊，啊条哥坐伫啊咧咧南头迄个边啊咧啦，又拉恁去啦，查恁啊听个，从头啊嘴里迄个啥物件，啊个看怎啊人，就笑着讲自己个等等，哎呦，哎买个物件冻几块出来去啊，迄个咧，啊就个这个鸦片都一大堆，拢装这个哩咧，啊迄个叫个咩？为着人咧讲流量啊，要做迄个网红嘛，啊，要互大家看到较时尚啊。啊，伊呐，迄个数量老高，伊都有广告商，伊也要广告啊，都有做者，要看这个名啊。好啦，这卖做者一寡古怪怪的代志啦，吼，啊，那真正讲是身体上多出状况，有当时啊，禁药禁得袂调啊，有吼。啊，这咱得爱想办法，就是讲你要安那治症，你就想好。起码未调嘛，未使撸出来，就是放在落啊，放在你家己来靠我靠啊。啊，这个。那你网络朋友朋友的阿星，你建议的更加厉害。嗯。迄个老两个啦，老两个。系系系。迄个英俊的男儿啦。我知啦，我知做男人。伊讲十十段，迄几段也够劲。我讲。没啦，唔单啦，你阿星仔有病无病啦？系啦，伊那。万不利啊！这两有迄个有病啊，是啊啦，是。伊讲是在我拖着我做多工啦，啦，唔系，肯定要另去加咧，唔会啊，对不对啊？哎啦，现在身边讲怪咖的有吼，啊，唔系啥好，但起码做文工咧找人啊，吼，啊，这个找人应该是无啥问题，因为咱来去过做文章，你就知影，才发觉，规世界拢干是同样去嘛。哦，你只要衫啦、裤啦，穿穿穿穿，了解，你安会到处处理，啊，警察做厉害哦。你看这个影片，只要去对面的影片给警察哦，警察我都你都找到这个人，有够厉害，迄个真正哈。啊，再个有一个探人妹这啦，这个谭美凤台虽然无伫咱台湾登陆，啊嘛无发报着凤台警报吼，但是讲对昨开始到今仔日啦，这个新闻截止就是中昼的时阵吼，讲规个恒春半岛哦，好迄个风啊，甲雨惊死人大个就对啦。啊，海边咧架起来淹他两公尺悬安尼啦，但是竟然叫人发现哦，有迄个唱水味的业者坚持，啊，佮带人客落水安尼啦，落去唱水味就对啦，啊，淹足大哦吼，啊，这个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唱水味的教练呐，知影这件代志要非常厉害，讲讲，特别拢是这个人呐，哦，特别拢是这个业者就对啦，也有不卖记录啊就对啦吼，讲。风台话为宽流，伫咧海边架起来一个烟，掺海掺咱个海边啊，一个拢插红旗啊。今时照伊讲，你迄个说有足够少的所在，更加袂使落去啊。迄海水出来了，你当时足够少卡落，迄个规身躯拢伤啊咧吼。啊，竟然入只你硬要甲拖，甲人客甲人拖落去，你到底是要安那？到底是要借着海船甲消防队人员的诶负担呢？嗯，哦，对不对哈？啊，垦丁管理处咧表示啦，讲国家公园啊是这个垦丁国家公园是风台警报的警戒区啦，啊，这个海边也好啦，海域也好啦，是风区也好，全部拢禁止着活动了，对吼。但是今仔日因为啊，这个这三日阿未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啊，只干那伫咧这个迄个海边遐有插红旗啊，好啊，禁止活动，所以这个业者做这个动作。虽然呐、啊，即讲无阿多谈到甲发啦，同伊咱阿未发布警报嘛，无阿多发。不哩个民众，你若是参加着这种团哦，啊硬要落水，恁家己爱为家己的性命去负责啦吼，恁家己爱想清楚，敢谈落去。但是这个哪咧看起来，照这个这恒春这边家下一个唱水面业者，因咧讲讲，又个是这个。就表示啊，这个不时都常常做着这个孤陋寡闻的代志，安尼就对了吼。好啦，安尼个金蛋人啊来坑蛋海二三工啊，明仔早起来安尼吼，哎，我挂不了。红灯个红英多啊！金蛋人啊来啊，他在我那金币啊，对不对？哈，无啦，你这个不是讲你的问题呢，你带团队，迄有团员呢。好啦，你够带人咧，照顾袂好势。对啊，阿爷互带落去，遐人家己袂感觉讲唔对咧。靠！
这用安尼，我不爱落，我不爱落，恁爱落，恁家己落的，敢有安尼？吼、哦，想无理咧吼、哦。来来来，感谢啦吼、哦，注意啦，卖去整整这啦吼、哦。来，阿杜家这甲家无睇这篇新闻，这既然业者已经出来指控讲这个人吼，常常拢会变变这个代志吼，嘿，阿人咧看贵公布伊店名，阿甲伊个姓名啥货，公司公布出来，茫茫找这个无有这里面业者吼。啊，来感谢，空白空空空五八六。来另外我们要来报一篇这个朝鲜半岛，这最近南北韩是非常的紧张，尤其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当在战到当在的时候，好像亲像俄罗斯好像没啥战的乌克兰呢，啊，就是过去迄个啊，讲买武器啦、借武器啦，尤其对中国啦，包括北韩，这种去用个咧，就讲尤其北韩有运输这个武器去到俄罗斯，帮助俄罗斯咧打这个乌克兰。上加严重的就是派万外名，诶，北韩诶迄个正精英、正精良的这个部队就对啦，去到这个俄罗斯的前线吼，要来对抗乌克兰。啊，这件消息呢，经过卫星摄到了后，南韩的总统吼、哦、真紧张，啊，就要紧打电话去予联合国的秘书长，甲反映这件代志，讲叫因联合国一定爱吼、哦、做一个处置就对啊啦，袂当安尼，予别国的这个军人吼、哦、介入这种的战争啦。上加重要，南韩以前那也真紧张呢，因为讲这如果临江南北韩啊战起来的话、嗯，是不是俄罗斯原来派兵来北韩停北韩？嗯来打南韩，已经嘛咧烦恼、紧张安尼啦吼。啊，当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啦，金小胖啊好啦，莆田啊好，拢讲好啉，讲无啦，无影无影有这件代志，但是迄个白贼白贼话已经暗未掉啊嘛。拢卫星拢去摆一清二楚啊，后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军车来到北韩，加载军队，载因的兵啊，对俄罗斯去，啊，然后训练一段时间了后，佮佮上去最前线，含乌克兰来战争。啊，当然乌克兰看到安尼，伊买资料啊，啊，伊是安那处置呢？伊都啊用录音带啦，录音带吼，用迄个韩国话啦，录韩国话来呼吁遐北韩的士，迄个士兵就对了啦。甲讲阮遮有做好食的物件，人食，啊吼烧烫烫的三顿顿，互你食。恁只要呐导航卖拍，伫阮遮里买的时候，恁会当带着做好的厝，啊会当有做者好的物件人食。啊，这波到底有效无？咱唔知影吼，咱来个看伊这边是安那报啦吼。你讲俄罗斯甲北韩就是坐坐来好人讲有互相的军事合作啦，但是种种的现象，包括政府已经显示出北韩有派兵去到俄罗斯的前线，对着这个代志，乌克兰开始吼做这个温情的心理战的攻势啦。啊，接着吼，讲韩国话影片来甲这个北韩的士兵化为建的导航，啊，并且嘛，甲因答应就对了啦，甲因答应就对了啦吼，啊，讲会当互因有温暖的房间人住，啊，有车吼，啊，澎湃的三顿饭人食，希望因唔好帮助俄罗斯出来战争啦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咧，讲讲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伊就讲我想要挖落去做标题啦。啊，录了一段差不多分外钟的宣传片，内面介绍讲吼，啊，为着这个北韩的军队准备了吼修容的啊，迄、那个措施啦，包括吼啊大的房间啦、内部啦，包括吼提供吼好吃的物件、烧烫烫的物件。影片内底佫有讲呢，讲吼其实吼有几啊千名吼。导航的俄罗斯的军人，即马你个看三顿饭拢食到烧乎乎哦，做好个饭菜呢，啊享受着医疗的服务。乌克兰答应那北韩军人，恁那导航的话，嘛将会提供同款即种的房间啦，啊澎湃的三顿饭互恁食啦，啊而且吼真新鲜的蔬菜水果啦、肉啦、种种啦吼，包括胖吼拢会当就对啦。无错啦，即、这个南韩的情报局，南韩的情报局吼啊，指出咧讲讲北韩派来到俄罗斯的士兵的数量呢，十二月已经来到吼，即嘛是嘛十二月，一直到我十二月将未来到一万人就对啦。当然美国吼驻联合国的大使伍德嘛指出啦，
讲这个派兵的行为一旦是属实的话，这是非常啊，这是非常的危险，而且让人足欢乐的发展。乌克兰马来叫着西方的国家应该爱做出相对的这个对策啦吼。嗯，这杜家兴有讲，讲这影片无七大吼。嗯，这我是感觉讲吼，内面当然咱唔知啊，用个北韩的军人伊的心态是安那。我是感觉讲乌克兰吼，我来当个再记录一下，记录一查就对啦。讲恁呐来到导航来阮乌克兰吼，阮有南韩的迄种个连续叫影片啊，我恁看下，啊别清楚了哦。嗯，这个就是北朝鲜咯，咱拢讲南韩，其实因的正名应该是，咱讲北韩啦，啊，其实伊应该是叫做北朝鲜。北朝鲜。啊，这南韩呢，照你讲就是大韩民国啦，嗯，就是大韩民国就对啦吼。啊，因两国拢总有伫咧联合国拢有实处啦，拢有实处。啊，三十八度线甲划开去安尼就对吼。啊，这个是北韩也好啦，吼，北朝鲜也好，两个国家啦。嘿，啊，即摆咧，啊，但是因拢两边拢是追求以后韩国即块朝鲜半岛要统一，要统一部啦。南韩有统一部啦，嗯，啊，北朝鲜某一个先部就对啦，吼。结果这个金正恩这个经理啦，已经比正式，因这个北朝鲜通过修宪就对。即嘛已经放弃统一啦，无爱统一啦，无爱统一啦，两边一边一国，包括一两边一两一国，但是啊那呢，从南韩视为敌对国，对啦。所以简单讲讲，即个金正恩即嘛安尼一个讲话到底话吼，就是讲我已经无搁甲你视为咱是家己讲是韩国人，已经无安尼视为啊了对吼，甲你视为做敌对国就对啦吼。啊，所以呢，即阿伯确实个啊哪样啊行啦，唔知我足希望做会啊。刚才讲北韩要甲痛起来，要甲吃起来个，对。对，伊即嘛啦，啊，但是伊即个传播吼，伊是无要去甲南韩拍，但是又甲南韩呛声啦，讲你呐先搞安安怎个话，我绝对会互恁南韩变平地啦。那这呛起来个，伊先袂嘛出来呛过来啊，我对唔对？啊，但是重点就是讲，伊即个做法，即个讲法出来了后呢？变成算两派人了，嗯，因为如果那是两边拢坚持要统一的话，南蛮南要统一，北朝鲜也想要统一，吼、啊，就啊这个所谓的朝鲜半岛都中为一条划分开，那呢国际上会视为讲这个战争是内战，因为你白白讲一个嘛，吼、嗯，啊这是属于内战，啊但是呢，伊即个北韩即马一个宣布安尼落去到底也唔对啊，你那是下过三十八度线去打南蛮的话。就变成侵略啦，就等于就是俄罗斯方个啦，哎，侵略，就等于就是侵略啊，就对啦。啊，是啊，那这个金正恩这个金小胖也去做这个修宪的动作，这个大家都比较分析几波啊。啊，这个就是南韩这边家伙这么紧张啊，因为看到这个北朝鲜哦，一直咧做一挂这个工作，我看起来是要修宪的准备啊，对啦，哈。啊，所以呢，转也美国套啦，这个美国讲，阮需要协助团来做协助的作用了，对。啊，伊种诶物件都毋是真正要签诶啦，就是讲你话做协助团，大头我做出来，啊，北韩伊有嘛，北朝鲜伊有协助团，大家拢知影，啊，即个就做南韩无嘛，所以啊，美国讲讲我要做安尼就对，美国一声随来，你毋使做，你来做，哎，美国一声，啊，即韩国人拢未甲美国问讲，啊，无恁家己做甲对面去，恁真正未使做，啊，所以即个原因就是做好差，对啊，对啊，哎，我你未使做。啊！但是我要完做你需要的物件，啊！你就完做完做啊！对啊，所以这个虽然你讲了，反正比如有一个大科家俩拢同咱一点发展，嗯，就是我来讲无可能，无可能。咱只要那是咧发展，美国随得来，其他无啊，我阿歹听就是安尼啦。哦，这唔过之前就发生过啊嘛，以前你清华大学来发嘛吼，遐有一个迄个叫谢灵芝咁写，就叫美国个风炉啊，因为传出讲内底其实是咧准备咧做迄个做啥，有阻断嘛。啊，南韩有东西呐，迄岛的飞机主管有顺序一直做啦，迄蒋经国的手啊嘛。现在讲即嘛，我反正咱台湾的飞机主管呐，要判成了袂哦。其实咱台湾呐，要做飞机主管，会碰到一个足大的问题了，对啦。咱只该当做电脑模拟爆炸的威力偌大。无咧东西嘛，都无这个物件呀。都无这个物件，啊，所以迄个时阵做，只干咧讲啊，大家拢会使啊，迄条件拢有啊，安尼应该是做好啦。但是你要见面之后就是气崩嘛，嗯，你看美国、俄罗斯啦、北韩，不时在咧气崩这个物件，啊，北韩伊的地无讲足高，伊嘛是会惊辐射嘛，所以北韩就变咧气崩拢安那地下，嗯，大陆地下唔系几公里深就对，啊崩，
我做好看，放下了土脚骨心起来，含落去，我骨一直剥。哎呀，对，啊，咱台湾，我想要问讲，咱若做是做大只，要做翅膀啊？例如讲，无说让翅膀。哎呀，你要做翅膀，啊，你无翅膀，你安那大家讲，我应该用做好。啊，你啊，如果那是做细粒的。对啊，咱有一办就是做细粒。做较细粒的啊，落去翅膀啊，啊，另外就是未来。他是开发较大粒的，无啦，做细粒的，咱慢慢想做啦。咱那些电厂内底也全部有无吼？哎，都别全部把家拿出来，有无？哎，都别做，就台湾海峡袂得啦。有招标来往单轨。你来知影咱政府无是主动，无一个是主动。我保证无，嗯，这点我敢保证无。那有美国袂点点啦，讲明个就是安尼啦。啊，反正美国反应啊，就是英俊恁点点啊。啊，就祖国也就不英俊，你话南韩无啊？南韩这直接要爱就无爱啊？冇可能。冇可能是调高去讲给世界听，讲我不准恁做，但是私底下恁偷做无要紧啊。嗯，啊偷做啊，要做翅膀你搞个，啊唔知啊，啊那是钓鱼大是怎样？咩来钓鱼大翅膀？无啦，中国翅膀是个社会啊啦。所以啊，咱第一代咱发展小组团有搞迄个技术无？我相信有，咱有技术咱做出小组团，咱应该是无问题。但是美国讲不准就是不准。我感觉迄间阿新报迄种加强的这个炸弹，百分之五十。哪有在有人做一种物件，做好这这个再加强的到底，也无属于主弹啦。对啦，其实核子弹即拍落去哦，实在讲，咱讲这两边拢不利啊。嗯，现在俄罗斯呐，真正用核子弹去拍乌克兰哦，那真正容易拍了。乌克兰一种瞬间有一个车电，还是一个啥，全飞成白白嘛。嗯，迄个不消息嘛，还思想上是足惨重啦。但是迄个所在也变成啥，变辐射区啊。嗯。在辐射区啊，啊你个怕呢？在辐射区，哎呀，你说你卡修得你爸不好？对啊，这个所以莆田那是用水打发供应啦，哦，那么重了对个啦，哦，来来，这咱就了解北韩加南韩，这嘛是看起来是像咧真紧张啊咧啦，但是我个人咧感觉应该还好啦，无啥问题啦，哦、啊，无这个就做这个金小胖你啊，看门啊，一讲讲，讲气杯，你啊，冇一粒真正个小对南韩类啊，我讲他妈气，而且那气杯。用伊个火箭，甲伊个弹道飞弹啊，都已经到期啊。上届严重是顶时啊，差不多去年代志，就南北韩伫迄个啥，因迄条迄个啥物中线诶外海，互相伫遐对拍啦，讲下海拍海安尼啦，上届严重个伫遐。啊，今仔日南北韩是安怎样话，不过即两下紧张，两国拢爱互相当个责任啦。你金小胖不是伫遐咧做迄个啥物是主弹，啊袂伫遐咧翅膀飞弹了对啦。南韩伊会紧张未 ？AI 紧张啊！啊，所以紧张落到底，伊要找美国寻求美国的援助啊。所以含美国大做伙落去军事演习吧。嗯嗯。啊，你北韩你看到南韩不是咧含美国咧军事演习，佮加迄个飞弹搬去敌人即个南韩，北韩嘛紧张啊！啊，伊会紧张是毋是啊？是讲我若无做是主弹，我多人主动啊？啊，就两边互相烧惊，啊，两边就互相愈来愈严重啊！一直咧含美国军事演习的南韩就对啊啦。伊即个动作，伊嘛是咧吓惊迄落，吓惊北韩啊！啊，北韩一直咧飞弹、刺杀，包括这条主弹，伊嘛是咧吓惊南韩啊！啊，就惊来惊去，互相，哎啦，啊，就不是家己不讲妥妥的，惊来惊去，当必须互相伫啊咧吓惊家己啊咧，啊，不然话如果咧，啊，今仔日的迄个啥，今仔日的美国，今仔日的菲律宾是安怎样话中国？最近这段期间对菲律宾遮影响啦，船啊要浪有诶无，东东西西要转水炮有诶无诶。嘛是看菲律宾含一个啥美国，底下咧军事演习啊，包括咧今日沙特我嘛袂记事啦，非常啊，较坑伫菲律宾内面啦，中国嘛会惊啊，啊就是，但是就是安尼嘛，啊你讲无安尼嘛，中国北韩你唔知当时要迄个飞弹要共撞入北别个国家来，咱无多人有效啊，所以咱嘛无安尼做嘛袂使啊，对啊。啊，结果就是灌输在他妈乱啦，所以当安尼尔，唔敢改安装嘛，吼，就是安尼吼。好啦，来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咱进广告，随个倒腾来。感谢咱电台公司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摆是广告的时间呐，咱广告的时间特别介绍咱的产品，和咱公司落挂灯去吃，身体上的保养了掉，赚较侪钱了掉啦哈，钱许多你开不了了掉，但你身体也叫坏去了掉，逐天咧找病，逐天咧探，惊病，哎病咧检查咧检查，你会感觉足烦。
好个人加病有无？有，有够侪，有够侪了着。伊敢无要顾身体，到底爱顾身体？有钱人开，敢唔顾身体？所以用起话，但是不得不加病了着。身体都无好啊，未好啊，安尼着。啊，善良人呢，逐天咧走三顿，无赚你就无饭通吃，无赚今仔日无收入，明仔食饭要为做来唔菜。伊若身体叫苦了着，走病，迄时阵。更加痛苦了对，所以用西西路干条路朋友，但现在公司产品希望用西多，是我听的。平常时那开得起的人，你个开一下担保这个金钱来保养着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真正有足大的帮忙的了。但现在公司西多产这批产品，到这样是这么久的时间呢？咱开播到这样是看几年了对。这样久的这时间就叫用心大件，这种朋友到现在是无变。有咱行为大药厂，甲咱干这物件，咱台湾第一大药厂，甲咱干这物件，咱拢有信心甲食着，无一点仔副作用。品质就是品质，保证就是保证了着。所以用心大件，对咱石头山真有信心。食到九十五岁，我真讲啊，还食到九十五岁。会用心大，可是吃咱产品。我一个朋友，伊老爸去台北，伫听咱的节目，伫台南叫咧寄去台北，看咧台南甲阮朋友收钱，安尼着。九十五岁，伊甲我讲九十几岁啊。所以用心大，现在说那么这安尼，等于先咧听咱节目，吃啊九十五岁，搁咧听咱节目，搁吃咱产品了着。九十五以上的高者，这个心理用，保持会健康，啊，可能心脏骨折许多伤。所以用气管，你也是伊病咧走啦吼，还是汉医啦吼，啊咧看咧啦吼，对身体上的帮忙吼，啊有限啦，啊嘛是袂爽快的时阵啦，你是多少挂断去？不管是皮肤的问题也好，皮肤这袂治病啊，啊但是皮肤问题也好，女性吼更年期状态也好就对，发性地啦，规拢乱去就对啦，安尼就对吼，这种会杀死，包括我中药户，一寡这个病痛就对，安尼。啊，做真个记者，伫许多山这个思想个着，也展现出来着。然后需要你去拍电话过来，以许多山为主，配合咱个软骨素、骨头，骨头到底爱骨，因为较有个人吼，骨头无骨到底袂使就是，一走路你就艰苦了。所以用指导，刚开始个时阵走路艰苦中间吼，啊，你要医哦，真正骨头歹医啊。平时即嘛来个做保养哦，软骨素关灯个吼，今日变个第二代。我这个目睭，伊即马我只机啊咧看的中间就对了吼，哎，对这目睭的伤害搁愈大，搁愈大。有几个囡仔，搁变老，过六年年开始就举手机啊，直直看着了。啊，所以咱平时就见着，咱老大人，这叶黄素伫个肝底，失去就别个倒转来啊呢，失去就别个倒转来，所以保护你目睭。咱今日变个第二代，就是要你保护目睭。你个只当然伊会惊起，特别像别人安尼一手就碎。眼科直接走啊，唔免，安尼，所以你今日本提出，互你作用，你要注意顾目睭吼。我报你药证，这个血液，咱姚连阿敢讲啊，足详细详细了对啦。这个我报你药证，我一介绍中国黄处方啊，一人一人介绍我来用时，是大做了解了对吼。这是我报药证，老师啊，对这个血液清理啊，这更加重要，心脏啊。有会更啊，每次给我打电话哈啊，这些我报喜乐清专门来吃这种清理在拿什么吃这种哈，我报喜乐清，保存给这男士朋友哈，你吃哈，女性朋友唔知啊，你按下你话啦，有诶中间咧放尿，伊若无甲你讲，你嘛唔知伊放尿到底有顺序无？像这老大人哦，放尿拢未顺序，一股股哩吼，迄尿尾放未离啊，啊，规个这个大窟窿多多条，清起来哦，很多泥啊，清起来搁住落，大窟窿闭。这真侪人拢安尼，嘿，我老朋友也拢安，搞有这个感觉个对啦，即嘛足费气了对，即个放尿放尿到一路两三分，安尼，即咱保存个关灯做好用哦。血红素当然是贫血的人，你贫血咧食食物食啥物，当然我甲你赞同啦，哦，安尼，但是要补到这个血高真困难，足简单嘞，血红素两粒，再食两粒，暗时两粒，血红素要互咱食，就是安尼安尼。所以红丝带今日做朋友，这非常说真好哦。咱讲事实的，这日本甲韩国吼，一年销售5000万条，对，咱台湾的本地人敢会输赢吗？对，
只要人都拢会变黑，拢会变黑，真正尤其女性朋友变黑几率特别高。咱认为呢，较有诶，从生大头大人变黑的几率特别高了，对。其实现象伫变黑中间哦，你家己唔知啊，当作感冒。头晕暗啦，暗时啊，歹困啦，目睭涩涩啦，有诶无啊，心脏啊，颤颤颤啊，感觉大心悸啊。像此话，你就当作讲啊，惨啊，我唔知道你有啥物病啊，安尼就对。结果也无就风邪啦，寒着啦，感冒啦，再头壳晕啦，安尼就对。啊，结果呢，唔是，贫血都是无奈安尼。所以特别，咱的血红素介绍雄心许多。服用最大的目的就是这所在了，对吼。那无食血红素吼，这病人有可能都无倒了，对吼。安尼，歹医啊，歹处理了，对吼。感谢，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感谢啦，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来，感谢啊，后壁时间呢，啊，咱就来甲开放可以的电话吼。那种朋友意见要表达啦，开讲破刀讲出我犀利话，轻松的更加好吼、哦。啊，这个做什么啊？那个卡通的时阵拜托吼、哦，啊，咱这第一打你有金毛细声啊，这个做电话档吼、哦，我咱随讲话较大白个安尼啦吼、哦。来，咱的电话这是2699-4556哈，2699-4556，带咱的电话，我拨他表老贝卡，再麻烦加一个空六哈、哦，来，感谢。好，你好，大哥你好，是啊，我要点一首陈绮龙的歌。嗯，什么歌？决心搁出棚。看、啊，决心搁出棚哦。来下晡时听。好、哦，下晡时啊。哦，好啦，咱咩啊情况哈？我是陈绮龙的，陈绮龙是我的偶像，啊，我改号一个外号啦。嗯。伊个即一龙啊，我即小处龙啊，孙孙小处龙啊，处龙啊，哦，孙孙小处龙啊，小处龙。OK， 啊，你大队的大队啊，大中华新港，哦，中华新港啊，我听你的节目吼，听三都关怀开大，我就开始。哦，三十岁，超过三十年啊。哦，谢谢，谢谢哦，都祝心上阿星啊啦，我们带给咱台湾人哦快乐啦，带快乐哦。嘛，愈听吼愈无快乐，因为吼民进党吼伤过人数啦，国民党也袂大，我逐工听吼，但是吼无听过假假啦，无听过怪怪安尼个啦，啊无吼，啊即卖较早恁美国民党吼，我若听恁美吼，心情偌爽，咁啊谈咩嘛，分大咩啊，什么年代啊，个咧咩，啊要算计算输人了，自家打的呀。好，感谢你啦，感谢你啦，哈，来，啊，点播个下者就对了，来，感谢哈。这个国民党咱讲事实的啦，最开始骂到这阵有无哈，实在是骂到疲劳啊。啊，因为咱拢有选举嘛，咱唔是讲国民党你永远去讲我无理的话，说我变来甲你骂啊。啊，这唔是啊，这骂了也无意思啊。咱为国民党出钱，骂到伊倒啊。哎呀，对啊，啊，已经话咱出钱啊，啊，个骂国民党啊，面都无话题，头都讲啊，伊吼，对不对？咱就有听种朋友以前，咱一段时间吼。开放唱歌，伊就是拢唱陈绮龙的歌啦。哦，伊就是拢差不多对头到尾拢唱陈绮龙的歌啦。哦，那时候伊何说吼，我何讲个这孙孙小处龙吼，以前的人吼咧何名吼，尤其日本人咧何名，就是安那大汉的出世的这一龙嘛，一龙嘛，我何说一龙啊，第二个的何处龙嘛，哦，阿伯的处龙嘛，那个对这差不多，那更趣味，对啊。来，
电话是26994556，台南的电话，我把它变成那边卡了，再加一个空六，好来，感谢啊。来了，来，哎，你好，阿达，是的。听阿兄讲啊，真正呢。自较早以前妹妹啊，即阵在在想着，我们都是白痴诶。一拼拼啊呢，结果我是感觉饱和啊啦。要支持民进党的。对啊，人拢差不多固定啊。哎呀，该来该礼拜拢礼拜啦。啊，我对政治失望，主要是因为一句我是太是失望一个，我全部退出去。变什么失望啊？我有当时啊想较开诶。要倒霉，大家一起倒霉。啊，要好，大家斗阵好。我头前都唔能讲到恐怖啊，讲讲诶，你也无影会是假啊，对不对？嗯。哎呀，骗人骗上侪啊。当作生意嘛，是咧找噱头啊。对啊，当作找噱头。就等于你讲诶，迄抓水诶，迄啰么，咧炒流量啊。好啦，政治政治双也懂啊。增量啊。啊，像即嘛，连迄个，迄个神经病咧。科博鬼，我连看嘛不爱看。嗯，反正迄个人就是要出来不平的，咱就知影伊的意思啊。哎，全家人都是那个德性的，嗯，没有一个不一样。差不多是安尼，因老爸较正常的啊。不一定哦，你也不要想他多正常。我在看，我看是全部都一样。嗯，哎，我现在觉得上该奇怪了，现在反而在同情迄个迄壁炉。嗯嗯。啊，伊都红梅应该，伊都红梅应该，那有什么何何动静？那个错呀、啊，那是他自己愿意在那个他们的那个漩涡里面呐、啊，嗯、要不是人家把他推进去的。啊，无伊今仔日呐，政治啊，因安怎不，迄拢是因的代志啦。嗯。啊，至于说那个，你说司法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嗯、也不用管他蓝的绿的，有办法你就办。就是这样啊！民进党就是你输啊，你就该安怎办，你就安怎办啊！你民众党要讲啥，顾在去讲。反正他要封，让他去封。那个党本来就是封掉了。嗯。所以我干嘛？我们现在就比平常已经那么久了。我们以前也被人家说我们是激进分子啊。嗯对，那么是你为了讲，我可以跟人哦了。我现在想起来还真傻哎。嗯。对不对？我就觉得白出力的，到现在光华半天啊。说不定我们要看到说台湾独立变成国家，嗯，蛮难的啦，我也不会再抱很大的希望啊，说真的，啊，现在矿要亏耶，麻烦都亏掉啊，就买碗汤嘛，亏啊，嘿，你会吃一半啦，凡事拢看破啦，啊，反正哦，吃好一点，啊，对对，啊，去玩好一点，啊，心情放轻松，对，没错，这样子日子才好过，没错没错，关键棍舌边那小，好容易小，嗯，是是。好，感谢哈，来，你好，我突然觉得有，我跟你讲啦，那个北韩、北朝鲜哦，甲中国哦，拢是臭熟啦啦，嗯嗯，干阿点啊呛声，点啊咧话来话去啦，啊，之前敢讲你，去看伊敢拍过来无？唔敢，拢臭熟啦啦，真正啦，伊个陈小芳。啊，一个人大大个人呆呆啊，讲真个，干遐只皮啊，只胶尔，你唔少。中国嘛，同款呐。哎呦，安尼同款。洗傻子，洗傻子嘛是同款呐，伊干我只皮尔啦，唔敢打啦。是。对不？嗯。哎呀，大家拢看有啦，唔是看无啦，伊讲真个，只会唬人家而已啦。哎呦，安尼因国内诶，即个人民都无多人信服个，都拄着就安尼臭干一个，臭养一个。伊什么哩演戏，什么哩有诶无是哩搬因国内来，即人看。当然做搞做歹安尼啦。对不？是是，好 ，OK， 多谢，谢谢，来你好，来你好，阿兄，上天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我宜兰人啊，哦，宜兰哦，啊，你宜兰即卖有广告好无啊？我看二十年，我太欢喜，安尼哦，还是照样啊？我讲互你听，我最近伊十几年前做劳动进店就开始下啊，哦，啊，宜兰之前都无啊，那你哪做平地？做进店的当时就开始下啊。嗯、哦，啊！即嘛，你看二十年，伊即嘛，即条游行来关到九十岁啊！无啦，未判啊，还是游行尔。游行尔，啊！来到个后边位置。啊，至少啊，看十年、十五年。哎呦，什么时间啊？你看，阮陈平人官兵，
连一支圆珠笔伊都唔敢参哦。真正，哎，伊若要去看当地，大家就惊到要死个，也是讲不了。嗯，看看地方的风土。哦，迄有人怀念啦，有人怀念。你看人家天气炎热，嗯，啊，这个查某小查某出现就不敢呢。哦，是。OK， 欢迎个一百回了啦。嗯，大家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哦，好来，你好，哎，单位主持，哎，较早咱反国民党，那是因为制度上，咱无到最有万人国会嘛，你写无到，所以讲用社会来去，无表示讲咱即马用个即马一间讲，讲较早做是唔对，较早做是对的嘛，伊咧制度上伊就是。就是万年国会，就是永远拢因咧做。算讲我来无地抗议，无地咩啦。哦，啊，问题是即卖已经政党轮替几啊届啊。嗯嗯嗯。啊，个嘛，国民党就真正无啥意思啊。嗯。即卖美国当然。所以讲，国民党在台湾有存在的必要啊，嘛有人嘛有政治，阮阿咧讲啊。有啦，我阁足怀疑讲，因是超工有权力的时阵，超工当国民党耍啊，因叫发到讲，哎，啊，都国民党无做，你无投我袂使啊。啊，你这讲笑的啦吼。另外一项，发函这其实你感觉发函的处境，应该是即马甲台湾同款啦。嗯。伊不爱甲你统一啦，啊不过你是直国啊，伊阁比咱较有架势嘞。咱不爱甲伊统一，啊不过咱是敢讲伊是直国啊。嗯。啊，其实伊安尼做，我感觉是对这局势是好的啊。表示讲，我都无要拍恁南韩。今仔我是惊恁过来甲我拍，所以讲我视你为敌国嘛。金小胖的意思是安尼啦。对对啊，意思就是安尼嘛。啊，颠倒变作讲南韩是我要甲你统一，我感觉讲时代变甲遮国家遮尔多啊，真正搁用这种民族国家迄种思维吼，大我一定爱什么统一啦，有诶无诶啥有诶，颠倒是对这个社会是乱的啊。嗯，是。啊，你反正恁嘛，恁都已经你的状况已经。事实讲是比咱台湾的状况更加好个呀。即马变做南韩的迄落嘿，迄落嘿苏金才变过来，因为敢若中国嘞，我哎、欸，你爱甲我统一我。啊，变做是金小胖，啊你伊安尼讲，那有啥唔对？我都无爱甲你拍，啊你若是警察，你一直要甲我威胁，我无，咱面对中国咧甲你威胁的时阵，那么是爱做演习嘛？嗯，啊无敢咱拢从那种变渐渐啊，变渐渐，这政府敢去做会落？是。有当时啊吼，时代咧变吼，真正看这，你真正讲买什么统一有诶无吼？我感觉，嗯，除非像德国安尼啦，政治落去解决啦。哦、啊，无你若讲像那做安尼，我买什么统一部啦，嗯、我一定爱安怎，我无要放弃武力，拢无法度解决问题啊。嗯，好，是啊，你好，喂，你好，加油哦，你好，我是录音听啦，打什么卡啦，嘿，是。昨天国龙在练直播呢，哎，好，感谢哦，感谢你，我叫棒球就对了，棒球，棒球，棒球，我叫这边问讲，你直接把你讲什么会贵的问题哦，啊，你别，你讲上这边有啊无啊？贵哦，贵，世界上有贵的啊？我讲你听啦吼，我昨天在那里做民国64年在那里做瑞穗的做木偶哦，啊，瑞穗木偶，啊，我昨天在那做，我那做起来贵的哦，是，好，还要许我，还暗示哦。在参加了大义大嘞，啊！大家都大做着边，大家姐，我冇大能干啊！看，啊！吃巧的比较吃个，吃个要去要吃回暖气个，吃个啥个无啥会咩？吃大家会拢，大家会在点无话，大家是人贵点嘛，难点嘛唔知啊！巧呀，恐怖个啦！啊！你，我咧在做着些吃菜来，对，玩得做做一摆啊！做不了，做不了！啊！你别说，你别说诶！啊！这你包括。你说谢谢，我看到，谢谢，我懂听，好，请光哥来。